来点辣子，那客人醋芥末，芥末凉粉，挂凉粉。你看这精油起头的，芥末要强一点，我感觉。要不吃不成了。你把这挂的难看的风格，去妈呀！挂我凉粉。咱就这个碗都凉粉子用的，这碗都碱粉，这碱粉跟粉的比例是1:6，一碗这六碗粉，这一半大概就是这一碗，再用一碗粉把它和开，在这给锅发上油，这是5碗粉的量，放上盐，锅底起泡，咱就开始下，把碱粉下到锅，在这都不轻易搅，起来泡以后再烧个2-3分钟就好了，不明了就差不多了。煨一会儿，在这好了，日子把它吃过，要到这盘盘好凉。凉粉蒸弄好了，这等它凉凉咱就能弄了。现在敲个料汁，凉粉这就凉好了，先把这边沥一下，好很，弹性好很。你看这精油起头的，开始挂凉粉。这磨尖粉更好挂。这子一搅，这就能吃了。夏天吃这凉快很，再搁些黄瓜丝，来点辣子。醋芥末，好吃。你会挂吗？还有你碗碗的，